最帅英文老师来了，他有专门做过明星的随行翻译。李易峰，他有一句英文的口头禅，他会常说 And no joy no die， 花样出招。我平生最恨英语老师，引爆全场，又脸红了。可是，这可是答题节目。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看答题节目，这才对嘛！华山、吴新杰、顾磊宁、李锤子林雄霸舞台，精彩尽在今晚9:30。